我们现在在讨论讨论花絮。然后那附近是有加油站，我们是不是有去过？那附近是商家，这样。这是台东地区农会的超市，农民的直销站。对，那我们现在这个时间呢，因为刚好，刚好就是早一点去跟他们，就是说讲解，我们就时间不会这么赶，我们又可以好好的跟那个商店好好的跟他们说，而且但是他们。我们在开，在行脚当中，今天是第三天了。那我们如何在最短时间能够对大众有利的？